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昔日风光不再。在80和90年代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的收视率傲视群雄，但在重点节目纷纷离开之后，电视台的好运似乎也用光了。 NBC 的收视率在2004年掉到第四，从此之后就没有翻身过，比去年下降9%。 NBC 秋季的收视率惨不忍睹，新节目被腰斩，旧节目也逐渐凋零。NBC 将负责转播2012年奥运和超级杯，但随之而来的高收视率大概也会十分短暂。康卡斯特可以让 NBC 起死回生吗？还是他们花了130亿买回了一个大柠檬呢？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？相关资讯请上脸书。Get Animated,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.